突然又开始玩游戏了。你说米欧浩斯吗？米欧浩斯现在超强欸，米欧浩斯现在是神教，米欧浩斯其实是神教。不拿狼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边一定打不赢，200%打不赢。就你拿狼跟拿这只的结果是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所以你不如就拿这一只，因为你这样第三回合它会比攻击会比狼高，这其实还可以欸，感觉应该要锁。搞不好我们应该拿一张，然后卖一张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感有点亏，有点亏。敢打不赢啊？你想怎样啊？敢莫名其妙又掉死滴血，现在这死滴血有点重要欸，游戏前期变很重要。看，已经要走鱼哦。看东西也太大了吧，太不科学了吧，看山小啊。我只能有三只哦，应该打不赢啊。米欧满场速度超快，最糟的状况，我靠！最糟的状况，不打这个play大概就下去了。干，我没有机械。啊！这是一个正确的战术。看人手一张金卡欸，看没有金卡是不能玩这个游戏啊。哇，平手，老天爷，看人手一张金卡是什么鬼啊，还是一定要升级。OK， 反正感觉不是很好。我们应该在第四轮待好一阵子，在四星待好一阵子。
完全没触发。还活着，还活着，我们还活着，各位，我们还活着。突然又开始玩游戏了，我知道你的都马上来啊，我们应该也是有在玩游戏啊，总比没有玩游戏好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是你其实没有很想玩游戏？暂时不会输了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没有龙也没有那个，有龙要卖这个吧？刚这做超多事的，先不卖好了，应该不会后悔啊。因为卖了反而会变弱，有点憨。这是最后一名啊！哦，我这不是最后一名，倒数第三。来，你还真行呐！前四，你还真行啊！少了个手下。多了个金币，来吧。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还不满足指引我？主要是这个跟这个很搭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值得做。我比较想要拿到三合一。我比较想拿三合一点。
前三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，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寒风怪龙报告，有机会哦。我见识过真正的中年之客。当他有那个龙兽执法者，有机会拿到。怎么讲？哇，他也有哎、欸，等等。讨厌。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啊？这样是打不赢这个、啊。这边有个虫子。好像打不赢他、啊。爆炸。没有，不会死啊！八滴，剩五滴，这样好憨哦！这样我要认真养了。我有些新的手下能让你雇用哦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，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来，换来的金币。哇，这还超多次。我来了。有点糟糕，哈哈。啊，有红袍就完美了。嗯，我可不可以升级啊？我个人认为要玩就玩大，玩大的。我要把这嘲讽起来啊！我还有两个毒，等等。Oh my god！ 呀，这有点不妙哎、欸，再蛮不妙的，两个毒有点强啊。输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好无情哦，好无情哦。